克兰一座通讯塔台原本悬挂的俄罗斯国旗即将不保，一名乌军徒手不断往上爬，最后亲手把俄国国旗换成乌克兰国旗。Each morning and in the night, the rockets can come from any, you know, from even Belarusian territory, from Russia, from occupied territories. It doesn't matter for me because we can't be afraid of him, and I don't afraid. 蓝黄两色旗在残破战区如遍地开花升起，乌军仿佛吃了大力丸，五天内闪电夺回俄军花了五个月打下的江山，宣称收复6000多平方公里，约22座台北市面积领土。接下来即将进入寒冬，乌方更大胆预估，俄军饥寒交迫之下会加速落跑，但俄方强硬宣誓攻下基辅目标不变，并发动能源战争，炮击多座火力发电厂及供水设施，制造停电停水，民生瘫痪。随着乌军反攻翻转情势，有专家形容俄乌战争分出胜负可能就在戏剧性的刹那，会是分秒间的事。但200多天战争也毁了乌克兰医疗体系，世卫警告乌克兰新冠疫情将在10月达到顶峰，同时小儿麻痹症也会随着医疗恶化加速传播。记者综合报道。科普一下，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变成水，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那一天使用个100至1000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请上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